甘雨那家伙已经加班加磨愣了，现在谁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所以为什么要叫我来帮忙？总感觉你好像能行的样子，来化完妆把衣服也换一下吧。我还能继续加班。够了甘雨，下班时间已经到了。可是我的工作还没。我命令你下班了。哇，甘雨晕过去了。哥哥，为什么你和戴爷爷？我刚刚好像没注意，为什么人那么多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他们，这种事情无所谓的吧？啊，马上就可以和妹妹见面了，一定想死我了吧？那等会你先和戴英拖一会儿，然后找个机会在我妹妹面前帅气出场，好吧？我明白了，王子殿下。